接下来的比赛当中，也正如所他们所说的，两位啊，实力确实也都非常强，是吧？啊，这个阿拉佐夫啊，1993年啊出生，年轻，那么身高是1.78米，臂展达到了1.88米啊。那么达占巴呢，是一位1986年啊，那么今年是31岁了，那么身高只有1.70米，对。那么在这个身高上呢？那么阿拉佐夫占有绝对的优势啊，是。那么臂展呢是1.79米，身高臂长又年轻，这是阿拉佐夫。达占巴呢，这个经验丰富，身高呢虽然低，但是呢极具爆发力啊。这属于这种比较啊，这个维度比较这个宽的选手啊，比较粗的选手，那么可能力量上可能还有他的优势啊。对，这个都是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呢打得非常的精彩，我们的观众朋友也都非常的期待着这场比赛。而且呢，这个呢应该说是这个不管是我们的观众朋友还是网友们，都认为这是这个胜负最难判断的一场比赛。两位选手呢各具特色，而且这赛前的这个称重仪式上还有小花絮，两位选手的这个互相的对视啊，这个拉都拉不开。在前面这一段时间的比赛当中啊，双方啊都有这种进攻啊，也都有有效打击。那么在我印象当中，在我的这个看的这种观察当中啊，我觉得这个阿拉佐夫啊还确实是啊有这种身高的优势啊，是打这种中远距离啊，包括这种控制的这个距离，控制的节奏，场上的能力啊。对，现在呢很明显阿拉佐夫身高臂长，然后呢这个想这个把达占巴这个控制在这个自己的这个距离之外。是达占巴现在呢是一直在外围，然后呢利用这个脚步的移动，想要寻找这个进攻的机会，想要进去。进去之后呢，我们知道达占巴的这个爆发力很强，拳很重，这个时候呢他就有机会了。当然阿拉佐夫呢他自己也说，这个本身呢是这个训练拳击出身，而且呢在之后呢，不管是这个荷兰式雷底进攻啊，还是这个日本的空手道啊，都进行这样一个融会贯通，比较综合，是比较综合，比较全面的。一直在控制距离，一直在控制距离。那么达占巴啊，所以说打不进去啊，这打不进去。毕竟对手的这个身体条件优势还是有的。是。这个其实虽然两位选手啊，这赛前啊，这个火药味十足，但是真正上场打的时候啊，倒还都谨慎了，都挺沉稳了啊。这就是这个啊，有经验的、老练的这个啊，这种选手的啊，他们在场上对也知道什么时候该发力，什么时候这个节奏呢需要变化，什么时候节奏需要调整。是。那么这也是仅仅一局啊，后面还有两局。但是这个我们相信这一局一定是一个蓄力。好，第二回合开始了。这回合我们看两位选手是不是该进入到这个发力局了。
好，啊，阿拉佐夫啊，一如既往的来用腿法控制，然后拳法开路，非常清楚自己的优势在哪里啊，连续腿法，这是属于这个大刀阔斧的在向里进攻啊，是。这大战妈这会儿呢，这个被对手呢，好像是打的稍微有点这个，不知道怎么该往里进了。因为对于大战妈来说，他这个想要取胜的方式呢，也简单，就是进去之后打进去，对，打重拳。对。那现在呢，阿佐夫啊，根本是不给你这个进来的这条路啊。那么一直在用腿法控制这个距离。是。我们现在正在进行这一场半决赛，然后呢，在九月份我们还有另外一场，是西提塞对阵恩里克科尔的比赛。而这两场比赛的胜者将会在十月份决出最终的胜者，在接下来时间当中，真正去完成一龙王者挑战赛的最后一步，和一龙进行这样一场比赛。阿拉佐夫的启动啊，似乎要更快一些，但是现在阿拉佐夫的这个身高和臂展是非常吃亏的，完全是被达里马被阿拉佐夫呢是控制在这个距离之外。是。那么目前还没有看到这个达战妈的这种发力啊。对。或者是说一些这个进攻的路线改变，节奏的这种控制，场上节奏的这种进攻，和这种感觉，因为他的这个优势和攻击啊，发挥不出来，没有空间和距离施展，对，那么也在于阿拉佐夫的一个控制，对，在于对手的一个控制，那么反而还在这个基础上啊，还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失误，在技术的运用上，规则的运用上。是，这两位选手啊，这个阿拉佐夫47胜30次 KO， 达战妈阿斯克洛夫呢96胜47次 KO， 都是这种非常高的这个恐怖的这个终结率和攻击力的选手。是，那么对于两位选手来讲，水平都相当了得，所以说在整个场面上打的都非常谨慎。是，那么在谨慎当中，也避免不了这个突发的这种 KO 给大家带来这种惊喜。对。越是这样高手对决，越是可能在一瞬间找到机会，这么一击啊！第二回合，两位呢打的依然是非常的焦灼，也非常的激烈。那么在第一局和第二局当中，我一直觉得这个阿拉佐夫的控场能力太强了，是，所以说让这个达战巴的这种重击啊，没有这个距离，没有这个空间。那么甚至在这个控场能力的这种情况下，让达战巴稍微着急了一些。对，因为也没有好的这种路数，对，因为进不去啊，自己的这个重拳输出不了，是，这心里头肯定也是觉得这个。好，现在呢，该进入到第三回合的比赛当中了。Ready, fight！ 好，开始第三回合。这回我们看看达战妈阿斯克洛夫能不能够这个找到机会输出自己的重击。扫到了护具，有时间调整。规则当中呢，我们最多呢能给到5分钟。迅速的投入比赛，一扫，换一下，哈哈。阿佐夫啊，对，现在双方开始打这个低垫腿啊，低扫腿比较多。对，来，fight！ 其实阿
拉佐夫啊，一直用这种低扫、中扫来干扰这个谁，这个大战巴，大战巴的这种进攻啊。嗯。换架。换架，他后手给。换一个啊！这一下，阿索夫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条件非常好，协调性也非常好，对。想要这个，一直找这个机会，阿拉佐夫这段时间一直找这个机会打这个高扫。对，这个战术其实运用的非常合理，对，控制距离，又能够有效输出进攻。哦，这个高扫啊，对，高扫，虽然这个头手全套挡住了，但是还是有渗透力，还是有。这会儿我们看那个大战巴呀，这打就有点困难了。哎，进去有没有机会输出？阿佐夫确实在这个整个这个距离的控制上是非常好的，非常好啊！尤其是这进入第三回合，这个低扫、高扫这样组合，对于大战巴造成很大的这个影响。哦，这个很危险啊，比较频繁啊。那么他刚才一个变线的这样的一个踢啊，变线踢，那么，OK，Fight。是后腿低扫，然后加这个前腿的高扫，是。那么对于达达巴来说，确实没有很好的方法啊，对，来去打到他的他自己适合的位置，嗯，啊，输出他的重击，是。所以说，在留给他的时间不多的情况下，啊。最后的十秒钟，哦，阿拉佐夫连续的高扫，对，好。27，比赛结果红方胜。The corner win。祝贺阿拉佐夫！阿拉佐夫率先挺进马尔赛的决赛，同时热情的掌声送给达战巴。我们看到了阿拉佐夫在示意一龙等着我，一龙也回礼。好，我们看看。现在阿拉佐夫距离一龙的总决赛又近了一步，我们再一次把热情的掌声送给阿拉佐夫。我们感谢两位世界级的强者在武林宫的擂台上给全球的观众奉献了一场如此惊艳的比赛，我们再次感谢他们，掌声送给阿拉佐夫。八人战的决赛再见。